consentito parcheggiare intorno allo stadio. Grazie della collaborazione.欢迎大家收睇呢一场备受期待嘅比赛。嗱，球场观众席咧就洋溢住一种信心啊！情况相对嚟讲咧比较有利嘅，不过始终都系相对啫。足球咧好难有绝对嘅。位于意大利首都嘅球场，当然最适合啊代表首都嘅球队啦。喂，啱啱转台过嚟睇我哋嘅观众，林仔担心啊，你哋冇miss任何嘢，我哋啱啱先话开始啫。罗马对马德里。 罗马呢一场波唔输得噶，fans都会全力撑佢哋嘅。比斯就绝对唔想输俾呢个对手嘅，俾啲压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个波先。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就世界波啦。Kman， 你觉得今日边个球员系声中之声咁啊？ 迪肯怀斯咧系一个好有能力嘅球员啊，佢抢波能力喺欧洲都首屈一指噶啦，而佢各方面嘅心理质素啊、领导能力啊，亦都非常之值得欣赏嘅，可以话俾英格兰执到宝啦，爱尔兰嘅损失好大啊！你呢个谂法啊，几得意吓，不过我同意嘅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得唔得先？入咗波啦，入波。 呢个球队踏出咗好重要嘅一步啊！我就真系同情个龙门啊，佢俾后卫挡住咗个视线，见到个波都太迟啦。喺咁重要嘅比赛，第一个入波，三浦之良，哇！守门员发威噃。嗱，今日要应付呢个球员绝对唔易嘅。哇！唔定一球射佢啦，龙门球。 三浦之良，久保健英，哇！呢下真系唔错啊！咦，防线有个漏洞、啊，传波唔系好够默契、啊，又一次争咗少少，对手后防啊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俾波要俾得准啲先得。 两边都追住个波啊！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迪勤怀斯，尼马同对手单对单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哎，而家可以反击啦！迪勤怀斯。 呢下救命啦！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呢？反击啦！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罗比坚尼。 呢只鸡就应该吹越位嘅。班奴费南迪斯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 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，有机会突破，吊高个波，美斯个波而家喺美斯度，大脚解咗围啊，好嘢啊！啱先话失咗个波啫嘛，又即刻攞得翻，尼马攞到波咯，卡路士掂唔掂呢？ 龙门救得靓啊！
佢咪应该问下班队友瞓醒未啦吓？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！试下握埋去啦，比斯，比斯带住个波一路推，一路推，一路推。 斯朗拿刀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嘅，真系冇收脚嘅，传翻去转头，马德里攞到个波啦！ 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，守得好好噃，三浦之良，哇呢球有趣，有空位俾佢啦，呢球谂住点啊喂，个预知能力真系好啊，咁都俾你估到啊，有机会反击啦，好抢咗个波啦，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。 将个波送去侧翼，尼马。好，我哋嚟到半场嘅休息时间，两队只系相差一球啫。咁其实领先嘅都未算稳阵啊，落后嘅都唔系冇得追噶。嗱，上半场领先咧，前锋系英记一功嘅，不过我觉得中场都好有功劳啦。 罗马可以开开心心咧，结束上半场啦。嗱，而家领先1-0嘅。比赛最后嘅45分钟，而家开始。 罗马踢得唔错噶，有机会拉开个比数，不过唔需要太激进啦，可以喺进攻之余咧做啲防守。后防及到实一实，一啲都唔放松啊，先至可以阻到佢咋。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迪勤怀斯。 哇，好有决心逼抢噃！伊东纯也呢脚波啊，俾远咗啦。都系时候试多啲花神噶啦吓，不妨可以试下喺中路俾啲长传啦。你啲唔同嘅攻势，睇下可唔可以啦，俾到波前面嘅队友啦。坚尼，班尼尔舒默特捉晒路啊！ 中田大脚解围，傅安健洋解咗围先啦喂，个波传向左翼，传埋去中路，清走咗啦，阅读球赛能力好啊吓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，好嘢啊，食晒个位，睇你呢下啦，最波啦喂，冇人掹佢啊，个波甩咗出嚟，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。 咦，两边咧都利用呢一个机会去换一换人，执执个阵先吓。可能咧想快人一步，保持住呢个优势啊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整个地波成功清走咗啦。佢有机会发起反攻啦，基奥特。
基利安麦巴比试下带埋去，不过唔掂。一开始反击好好噶，不过有头威冇尾阵。哇，咁快起脚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。挡得好啊，不过送个角球俾对手啦要。今日第二个角球，对手咧暂时系未有角球啊。富安健洋踢走个波。基利安麦巴比走井横竖有机会解围，非常时候梗系有非常手段啦。啊，今次佢哋嘅进攻咧有啲新鲜感啦。冇错啊，好重要嘅拦截啊！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系世界波啦。你入唔入啊？好波！领先两球波，现梳球啊，完全控制晒形势。个角度刁转成咁，边有可能救到啫？咪有时真系唔使谂咁多嘅，好似呢个波有机会咪射门咯，龙门边度救到啫？罗马连入两球，而家领先2-0。入到第二球咧，就你话晒事啦。你想继续进攻又得，你想慢慢守又得。基利安麦巴比攞到波啦吓，分去右翼度。向串阵势突破咗啦，入咗啊！睇落似乌龙波啊吓。嗱，其实佢都系想帮队波啫，不过运气唔好啊。其实边个都有机会唔好彩噶啦。有心又好，冇意都好啦。总之入球就系入球嚟。好，抢咗个波啦，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。拉弓，哦，临门一脚送大礼俾对方都有嘅。哎呀，龙门口前面咁射失，唔好话安慰佢啦，你唔问候佢都好噶啦。教练啊，梗系唔妥啦，传咗过去。反击啦，将个波送去边线啦，向串阵势，哎，醒喎，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揀噶？传波嘅机会把握唔到，边个会追到呢球波啊？做乜咁大嘥啊，后生仔！冇机会嗰阵时又话冇机会，而家有机会啦，又把握唔到。基奥特喺实边个喺前面啊？伊东纯也成分俾人撞开咗，伊东纯也俾人捉到犯规啦。